猪妹妹要吃这个炒粉，炒了一碗粉给她吃。来，还买了一个面包、馒头给她吃。要把这碗给吃完吧？嗯？嗯。嗯。爸爸，我要喝水。喝汤好不好？汤太烫了。嗯，烫啊。嗯。那要等一下，我打水先。好吧。里面没有水了。嗯。里面没有水。有啊，但是门没有开啊。里面有钥匙。哎，你不穿那个另外一条裤子，你穿这一条吧。啊？那个不好。两条一模一样的，只是颜色不一样，怎么不好穿？你不喜欢那个颜色？嗯？那个丑丑的。那个丑丑的。嗯。我的牙刷。嗯，给猪妹妹买了牙刷，就是这个，这个就是你的牙刷，看一下看。慢点哦，别夹到手哦。啊，这么聪明啊，他不会夹的。嗯，手不要放在那里。嘿。哇，这小鸭子。哎，这样子开的。哎，小鸭子和小杯子。那么多的小牙刷，有还有小杯子，掉了。婷婷早上晚上都要刷牙的吗？嗯，记得吗？大熊猫，大熊猫。嗯，大熊猫在哪里？有没有？不见了。有吗？不是有。那蓝色。蓝色的吗？我看一下是大熊猫吗？有两个大熊猫。哦，有两个大熊猫了，嗯。两个大熊猫，还有两个这个，嗯、和两个这个，嗯，和那么多个，两个这个，哦，是五，哦，这个是三个，五对五对的，那个有三个，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的话，这个、哦，他们是一岁的，一二三，这个是最多的，一二三四五十个，五，老板送了一个，本来是买十个，还多了一个。四二四六八十十一，啊对对对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，嗯好，多来一个，嗯，把它几个放好哟，在这里和这里和这里这里，嗯，其他的都是男生的颜色，把它放好吧，小杯杯，这个女生的，这个男生的吧，多来一个。可以这样子，可以这样子夹起来啊。对，可以这样。嗯，夹起来。可以这样子夹了。嗯。嗯。啊啊，去刷牙。嗯。开。干什么？去刷牙，今天洗澡。放在床头那里啊，那么宝贝啊。看我的小红，你看，嗯，我的牙刷，哎，不能放在床头那里来，拿到那边房间去放，搞得脏脏的。放你的杯子里。哦，给一个给乐乐。你呀，你呀。
绿色、黄色，都是男生的。粉色、紫色是女生的。等下，拿下来不能放到床上面，拿去那边房间去放，那边房间也有那个抽屉，我带你去放。放在哪个抽屉里吧？等下我带你去。不要出来玩了。哈、小房间。把它放好，放到房间那里。放哪？来，牙刷放在这里，专门放牙刷的。牙刷，你要没？那有牙刷。那你给他哥吗？给牙刷，给他哥。哎给两个牙刷给他哥吗？你看，自己选。你自己选。嗯。好啊，去洗澡了，快点去洗澡了。真乖，嗯，早上也要刷，晚上也要刷吧，啊，知道吗？知道吧？嗯。